有没有哪一样哦，是你个人最喜爱，爱到不行，今天一定要大推的？还有哦，要怎么样买，然后什么时候买最划算、最超值？我不能只选一样，我可能都要跟大家推荐，因为那我们就一样一样来讲。对，比如说像法兰绒系列，它的材质非常的舒服，所以其实不管是你居家的时候穿一件，或是你外出的时候搭在里面，外面再搭一个毛衣，都非常的实穿跟好搭配，而且它还蛮帅气的。对，然后另外像暖裤系列，各个机车族的朋友，其实台湾非常的风很大又潮湿，你穿骑机车的时候穿它非常的合适，因为它里面有保暖层，它又有防风跟防泼水的效果。而且重点是它不笨重，这个其实是专门为我们台湾人量身打造设计。对，而且它有推出新的颜色，是很像西装裤的颜色，所以穿起来是很时尚的，直接穿去上班，舒舒服服的。那另外，其实居家系列我也非常推荐，我非常多他们居家的系列，在冬天你可能在家里，你可以穿有点小刷毛的外套在里头，它其实也有推出裤子，所以在家里也可以非常舒服，穿个毛毛的拖鞋，然后穿一个毛绒刷毛大那个小外套，其实在家里就很舒服，对，充满温暖感。对，另外就是我身上这个特级机器羽绒外套，不管是我这个长版有一个这个围脖系列，还是它这个短版很运动风的，其实你只要收在一个小袋子里，放在你包包里，冷的时候拿出来穿就非常方便。最后靠近我这边的是吸湿发热系列，这个是对不对？我一直以来，因为我是很怕冷的人，所以吸湿发热系列一直是我应该说常年都一定要必备的产品。那你穿在里面其实薄薄的一件，而且像女生系列其实有加入那个山茶花油，所以摸起来是非常舒服的，很柔软，质感超好的。对，所以你跟你肌肤靠近的时候，你不会有一种好像不贴肌肤的感觉，是非常柔软舒服的。小美因为非常的纤细，非常的瘦，她最注重保暖的功能了。那你这么喜欢这个 Uniqlo 的产品，你都怎么拜？然后什么时候去拜嘞？这个次呢，五周年感谢季，大家一定要好好的趁这个机会，然后把所有的商品一次备齐。就是如果你在首三日，然后就是我们的活动开放前三天，前三天你买满2000元，这次还特别推出了台湾城市的马克杯，有五款完全不一样的款式设计。哦，所以什么样的马克杯是不是也可以让我们知道哈，来看看有没有可以看到，要透过你的嘴巴里介绍一下。刚才我们大家都拿到了一个，对不对？媒体朋友，您的那个礼物袋里面其实也已经放了一个马克杯了。对，有五款完全不一样的设计，你买满2000元就可以赠送。哇，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实用哈。那现在呢，我们也进一步请我们的四位店长跟小美来再靠近一点，好不好？来一个合照哈。因为刚才这几位店长在后面扬剑策拳，赢的人才能够上台跟我们小美合照，大家抢翻天哦！来 ，Uniqlo 五周年感谢季，总共有7个亮点，注意哦，注意哦，有最强优惠，12月4号到12月10号，只有7天，前3天满额礼，只要单笔购买2000块，就送我们限量台湾城市马克杯，还有大奖好礼，天天加码抽啊！单笔购买2500块钱就可以参加全球5大城市之旅，10000元的商品券，还有经典商品抽奖活动，最大奖价值150000元哦！还有5周年限定超省钱的专区，秋冬人气精选商品，只要190元起。收一下麦克风，让画面能够更好看一点哈。还有5大经典明星商品，我们感谢价最便宜290块就有了，以及 Kids 跟 Baby 高品质的婴幼儿童装，190起跳，给宝贝温暖呵护哦。好，谢谢我们的小美，也谢谢四位店长。我们舞台后方稍微休息一下哈。